大家好，我是马丁。在上一集节目中，我尝试了 ChatGPT 提供的炼金配方，使用硫代硫酸钠搭配双氧水来提炼黄金，结果很遗憾，黄金完全没有溶解，实验失败了。这期节目我继续深入探讨硫代硫酸钠提炼黄金的方法。首先，我尝试在硫代硫酸钠中加入双氧水与硫酸铜这两种氧化剂。原本期望两种氧化剂能够提升它溶解黄金的能力，没想到却适得其反，药水变成黄色，还散发出浓浓的硫磺味。一开始看到我还挺兴奋的，但是这并不是黄金开始溶解的现象，而是硫代硫酸钠被氧化成硫磺与其他的硫化物的结果。我用氯化亚锡测试药水时，液体变成深色，但是与黄金溶液应该出现的深紫色不同。我把金块取出后擦干，发现它的重量并没有变化，也就是说黄金根本没有被溶解。接着我参考了网友提供的另外一种配方，这次是将硫酸铜作为氧化剂，再加入硫酸铵来稳定硫代硫酸钠，防止它分解成硫化物或硫磺。这个配方静置了3天之后，开始出现白色的沉淀物，闻起来像是非常纯的硫磺。我再次取出金块并且擦干，结果还是一样，金块的重量完全没有变化。最后我决定尝试用电解的方式，看看是否能用硫代硫酸钠来电解还原黄金。根据 ChatGPT 的说法，这种方法是可行的，于是我准备对同一块 7.65 克的小金块进行电解。我用一条 K 金手镯当作阳极，让它与小金块接触，阴极则使用一支304不锈钢汤匙。理论上黄金应该会在阴极还原成海绵金。电解液的配方是硫代硫酸钠加上双氧水。启动电源后，刚开始一段时间并没有电流通过，过了一会儿才出现微弱的电流。我尽量控制在低电压、低电流的条件下进行，以避免其他杂质沉积在阴极上。随着时间推移，金块表面逐渐出现白色的物质，药水中也释放出明显的硫磺味。
电解大概进行了2个小时。不锈钢汤匙表面有黑色沉积物，但是看起来并不像是黄金。我把金块取出来擦干，测量后发现重量还是没有什么变化。最后，我用氯化亚锡测试电解液中是否有黄金溶出。目前电解液是中性的，如果偏碱性，则需要加入弱酸调整至中性再来测试。我直接滴入氯化亚锡，但是没有出现黄金的反应。到了这里，我对于使用硫代硫酸钠提炼黄金的探索要暂时告一段落了。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影片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